各国王妃真实容貌曝光，张张惊为天人。谁最令你惊艳呢？中东约旦王后拉米亚，她不仅打扮入时，举止优雅，而且充满智慧，赢得了世人青睐，被誉为阿拉伯世界的戴安娜，曾获得最激励人心领袖的封号。在慈善的世界里，戴安娜王妃是几乎可以与特蕾莎修女并驾齐名的天使。她的品行深深地感动了普通人，尤其是苦难之中的人们。在人们心中，戴安娜王妃依旧是那个笑容给人温暖力量的美丽王妃，一颦一笑散发出温柔坚韧之美。德蕾斯·凯利，好莱坞历史上十大电影女神，成为摩纳哥王妃后，转而热心于公众及慈善事业，广受国民爱戴。她铭刻在人们记忆中最多的，还是那不曾在时光中陨灭的优雅以及时尚，留给世人一个倾国倾城王妃形象。法拉赫巴列维，沙王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的第三任妻子和遗孀，伊朗末代王后。当年她以美貌、学识、涵养和品味而广受赞誉。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